老板，老板，嗯，什么事啊？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那个盈盈经理很够力。我请他就是因为他够大只，很够力是对的。不是不是，他很够力，他一直欺负员工，还一直讲你的坏话。他讲什么坏话？他说十个光头九个富，你是最后一个。这么这样来讲哦。 那现在怎么办？我帮你想个办法。哦，不可以啦，不可以啦！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样这样吧，我自己想办法，我电话跟你联络。哦，老板加油！ 加油！加油！要怎么样改头换面，才不让他认得我呢？看到你就被踩。 走走走走走，去后面去后面，不要给我看到你走。经理，这个是新来的小龙，有什么你可以叫他做？那个你新来的哈，新来的去洗厕所。等一下，还没有讲完，那个杯也跟他洗一下。哎呀，还没有叫你走，你走什么？然后那个地也跟他扫一下，扫干净一点哦。 走啦，等什么？来来来来来，很喘了，辛苦哦，我也是很累啊，跟我老公一下，快点啦，大力一点，没有吃饭啊你。 你不要太过分了，我是来做工的，不是来服侍你的。要不然我投诉给 NS 经理知道。敢跟那个死八婆投诉，我跟你讲啊，那个光头老板啊都要怕我啊，我会怕那个死八婆。你太过分了，现在这个时候老板肯请你做工已经很好了，你还这样在背后骂他。我跟你讲啊，这间店啊，要不是有我啊，早就倒了了。他还可以叫老板加吃屎啦。你太过分了，你是。 老板弟弟呀、啊，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光头老板，你的头，偷你的头，you are fire。哎，老板，将我的薪水算到几号？低着头，期待白昼，接受所有的嘲讽，向着风。 这个头发好看哎，这个头发会不会难处理？还是戴起来会不舒服吗？不会，这个发片呢，其实它很薄的，戴起来呢很清爽，而且非常容易处理。最重要的是啊，戴了整个人呢、啊、都觉得很有自信心，至少年轻20岁。干嘛？是这样的，我男朋友开始掉发了，有没有联系号码？你不用觉得害羞的，那你男朋友需要呢，记得打这个电话号码6225202。 6225202，记得啦，到啦，加油，加油！还有啊，十个光头九个富，我绝对不是那最后一个。